今晚唯一一个五灯。唔该唔该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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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年好声音第三季昨晚开锣，新马赛区20强决战揭开序幕。今季玩玩新意思，参赛者先在幕后开唱，有评审揿灯，先可以现身对住观众演唱，参赛者压力大增。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当爱情已经上天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昨晚第一集就出现五灯参赛者，压轴登场来自大马槟城的王郑俊仁，唱姿独特，连出名奄尖的五 Sir 都俾灯佢。是不是就有这可能？有可能打动这天使心肠的人？就算梦能否成真，有谁猜得准能分到多少？生命的童话顺地牌没有你，那西的心来紧不挂。我俾佢冇谂过嘅，因为咧唱之前系好紧张，因为我首歌系好难唱嘅。咁前晚咧，我妈妈同我讲咧，佢系睇翻之前嗰啲 playback， 佢话咧有一个老师叫做吴仲恒老师，佢话好严格噶，你拣咁难唱嘅歌，咁多转音，咁多高音啦、假音啦、真音啦，佢话佢好挑剔嘅，咁佢就话好担心我，咁我都好担心，担心到瞓唔着啊，真系，咁。我見到係一唱咧就有三盞燈，咁我就企喺中間唱，咁一唱又得企喺中間唱，越唱越有信心咯，咁樣咯。咁我之後見到吳仲恒老師撳落去嗰陣時，我真係興奮到好想跳起嚟啊！真係好想同媽媽講，媽媽我得咗啊！咁樣。哇！好叻喎！田潘話你唱歌嗰陣時咧，佢 body language 都好特別嘅喎。係啊，因為我。有時候我拎麥係咪？我會轉一轉，轉一轉佢，因為我覺得係一個 turbo 嚟嘅，係一個 gear， 一個 turbo。當我覺得好緊張嗰陣時係咪？我轉一轉咧，覺得哦有 power。繼續努力啊嚇 ！OK， 盡力。